我走过去，没事，这还没上坡呢，上坡速度就掉了。以前爬那个卡伊库马嘎塔克，就那个，特别高那个，2800米，就是从那儿上的山。我当时是凌晨爬过来的，就是当时我凌晨2点钟的时候走这条路，就我一个人。我坐地铁到那个最近的那个地铁站，然后走2个小时走过来。我说怎么感觉有点熟悉呢？不过地那个这种长途的也贵，往返估计也得4000。这意思是你不是结果查这个？他最近的有是，就是你去山梨县不是有一条绿色的吗？就 GR， 他 GR 能做到最远的是一个叫小渊泽的车站，我不去扎哇那站，我从那站下车。走路2个小时，走到这个登山口。当时比较疯狂，当时到读爷爷学校的，当时就是有一点痴迷那个。虽然说当时黑啊，我当时往左走。哇，我好怕跳下去啊。沙滩更白哎，就不理解为什么。
那边上去了。咱们走条刺激的吧。说实话，有点危险。